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赢过爱情事。请问你今日敢有看到蔡主任？哦，今日请假呢。请假？是啊，啊你有啥物代志哦？啊我斗阵哦。啊，无啦，无啥物要紧的啦，无等明仔再来再去请假。餐厅请高级哦。今日哦，看大家想要吃啥，是啉啥，就请两点。这趟彭博里请客。哦，多谢彭博里。你是要感谢大家哦，这餐来辛苦啦。啊，快点点吧，来。点点点，要吃啥，请两点。哦，既然是彭博里要请客，我都无客气啊哦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哦，我要吃龙虾、鲍鱼、鱼翅，上好的拢摕起来。哇，你拢点这么贵的？你看彭博里面色拢变了嘞。哎呦，我咧讲算笑的啦，我要点一份吼，天妇罗就好啊。天妇罗你够搞？哎，你要点啥？松板牛肉，还有沙西米。哎，未歹啊，阿丽。哎，我要啉威士忌。哦。哎，各位啊，今日就是真欢喜啦，我就以茶代酒哦，算是甲大家说多谢，好。好。来来来，谢谢，来来。多谢。多谢好，多谢多谢。没没没。给恁一罐，哎，你要无恁嘞，来，给你，哎，多谢哦，谢谢，加个一罐酒啦，嗯，给你啊，遐恁袂少嘞，来，辛苦你哦，佩服你啊，阮珍妮经理遐尔听你啦，你应该加到阮经理恁几杯啊，共说一下多谢才对，你讲对无？对啊，敬酒敬酒，饮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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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吃物件啦，卖咱闹啊。歹势啊！我等下过来开车，所以我卖啉酒啦吼。无安尼啦，我以茶代酒哦，啊敬大家啦吼，啊大家真辛苦，真辛苦。安尼就想无生意啊啦。无猜吼，阮珍妮经理吼，遐尔听你呢。对啊，想要来阮亚装店设柜，厂商是真侪呢。但是阮经理特别看到恁公司，应该讲是美人是英雄哦。我唔敢讲家己是英雄啦。啊，不过叶经理哦，确实是我看过上成功哦，啊上有能力的一个美女主管啦，啊，我真正有真多所在，我搁该学习呢。既然也是安尼吼，咱杯啊就甲捧起来，敬你的美人一杯啊！对啊对啊对啊！好啊啦，你莫搁甲为难啊，一杯哦，来，我替你。叶经理，经理水亏哦。对对对对。佩服你啊，你搁加欠阮经理一条人情啊啦。我看吼，恁归去以身相许好啊！你卖阁讲算笑啊啦！对对，啊今日大家食啊真欢喜哦！后盖吼，你若啥问题，你拢尽量来找我，我会随传随到。好，啊24点钟 stand by，OK？ 好。卡定啊，若刷摊去 KTV， 你着莫阁惊啊哦！无啦，若要刷摊哦，是伤过晏啦。啊，无你啦，恁去吼，啊我来买单，好。好。佩服你呀！啊，拄仔才讲随传随到，即马随破洞，安尼想无生意啊啦！阮遮的吼是无可能遮尔简单，就帮你刷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无啦，你也无事先讲啊，所以。无安尼啦。来。这杯豆油吼，你甲啉落去，阮就帮你走。你还好个计事，我哪会使变输你啊？来来来，帮我给你。你要开车，不用饮酒。安尼啦，你搁啉半杯啊豆油，换一杯酒，换你半杯啊豆油。来，好大啦！饮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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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头部里，豆油你哦，
对伊无好啦。一杯哦，我替伊啉啦哦。哎，哪会安尼啦？我替伊啉啦，来，我不能去买单啦哈，来，我替伊啉哈，来。我来买单哦。袂当安尼啦。饮酒啦，来啦，来，何导。来，酒我替伊啊。你今仔日哦，真正替皮肤你哦，挡伤侪杯啊啦！一声哦，皮肤你哦，真正以身相许啊啦！莫胡白讲，你安尼讲哦，人彭富丽会歹势啦。有啥物好歹势？皮肤你伊也无女朋友啊，叫你你嘛无男朋友啊，人才女人貌，配做配是拄拄啊好。对啊对啊。饮酒啦！雷文啊，爸，啊，建龙不是要来接你，奈到今麦还无来？伊拄仔打电话来讲，伊想去东路着，啊，今麦在路下真紧就到啊。好啦，啊，有要来接你就好啦，要来接你就好啦。雷文啊，来来来，来来。啊，建宏工作个时间拢无稳定了吼。啊，恁人啊无斗阵哦，也愈来愈少啊！我爸吼安尼呐，甲你看哪烦恼咧？你看像就恁大姐安尼翁仔某，啊两个拢食公家的头路啦，啊收入稳定，大家看了拢会心鲜的，两免烦恼咧，对唔？哎、欸，对啦，恁这一阵啊有啥物代志无？应该是无代志啊，萱萱已经转去啊，啊最近嘛较乖啊。萱萱找到来啊？嗯。哦。奇怪咧，讲来讲去拢是萱萱的代志，遐人咧看起来吼，蔡卓的迄件代志，亲家也应该也讲唔知影才对。爸，呀，爸你袂等啊？哎，阿袂啊，嘿，我伫咧对小无，对到即马咧，咱唔到少时间来陪离婚啊。啊，若无平常时啊，拢伊家己一个人伫咧苦苦别等伊啊。哟，阿祥啊！哥要替我变酒王哦！哎，你不是有答应我袂啉遐济？我不是去啉酒啦，而且我拄啊，我想要先走啊。哎，遐客人叫我爱啉豆油哦，啉到胃皱皱了。哦，这有影足乌白来咧，这哪是应酬啦？这根本就是在创敌人嘛！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后摆若有人要叫你啉豆油，来打电话给我。爸，伫咧七楼才七岁都四五十年啦，我都唔相信讲栽豆油我会栽输因。无啦，爸，你是意外啦。啊，我表示我是真罕你有这种情形。好佳哉，今日以后叶经理伫遐甲我斗相共，啊无我即摆可能也无法度转来。啊，叶经理哦，人真正有够好诶。啊，不过伊一个查某囡仔要应付一寡十波人，实在就无简单咧呢。是，你这经理是查某诶啊？这叶经理，哎，建宏啊。你家也无啥搞呢啦，吼！哎，爸，伊是阮公司的大客户啦，平时真照顾我。是啊，爸，啊，迄个叶经理哦，唔呐，能力真好，听见王公伊人生好足水，佫足气质的呢。哦。啊，做代志真阿傻哩，袂输遐查甫人啊。丽文，那是你哦，那你们等足久啊？不要紧啦，啊，你以后若真正安尼无闲，唔免一定爱来接我，我家己回去就好啊。一姐。我泡茶，你顶好。爸，你嘛这样。嗯。对啊，你有看哦。离婚啊，对你遐尼体贴，你都要好好珍惜哈。你唔通安尼常常吼为着加班应酬啦吼，安尼阿妈无斗阵的时间愈来愈少去安尼，对吧？来影响到恁的感情，啊，想办法来改善的，唔通讲为着打拼事业来无顾着家庭，安尼唔好啊咧，啊！
飞啦爸，虽然讲我是虽然在拍拼，啊，不过我的心是扣做伙啊。未因为到底的时间较少，就影响你感情啦。丽芬啊，讲话啊，唔通讲啊遐尼慢，爸爸都唔敢遐尼苛责你啦。参照恁少年人哦，做代志都无定性的哈。建龙啊，我来甲你警告，你伫外口。甲人应酬盘呐，家己都爱有站站哈，唔通哦，人看唔惊，鬼看酷酷惊，那皮料粗尔，一直起火去，来做对不起恁某的代志，安尼都唔通啊嘞吼。唔啦，爸，我知啦，良心啦，我是绝对无可能哦，做对不起丽芬的代志啦。好啦好啦啦，以后你应酬的代志较少嘞啦，啊，等下我收收的就好啦，你先陪着我那等下啊。哦，建龙啊，爸爸先甲你警告啊。人的感情化变就变，恁两个拢同款，互相拨出时间来陪对方，知影无？啊？我来啦，爸。好啦，卖阁讲啦，卖阁讲啦，恁两个好好等下，好等下，啊？好啦，爸，我们先来走哈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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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你啊。嗯，爸，再见。哦哦，再见。将来幸福，我一定搁骨力打拼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呀，咱去食饭。嗯。呀。爱食啥？我一碗菜碗有一个面。哦好。两碗。两碗。系啊，搁切一寡诶，干嘞甲猪头块。好，带一下。哎，头家，歹势哦，这小菜碗我，嘿，啊两碗细碗诶，会甲我改一碗大碗。谢谢哦，阿娘，短袜鱿鱼羹面啦。哎呦，太神了！林辉啊，嗯，啊，上到买过小菜，啊，你再过两碗细碗改做短袜是安怎啦？因为咱即摆开钱哦，那会较俭的啊。我拄则有算过啊，咱两个做伙食一碗短袜的，比两碗细碗的搁较会好。哦，这个好算哦。迄是当然的啊，因为咱毋是拍算要买阿中游览车，所以。当然嘛，爱较俭的啊，对不？哎呦，真正是我贤内助呢。好，拢听你的。那你讲吼，听某最大富贵，我王三宝吼，即个好嘢啊啦。啊，来啊，来来来。来来。阿秀，嗯。他，哎，我请你这边话。哦哦。等下。哦。秀好，秀，这里这里。来来来。谢谢哦。来，啊。你一半，我一半，感情永远都袂散。来，来加食一罐吼。阿中啊，代志无人像你安尼处理的啦。阿买卖唔卖吼，一句话啦。啊，我的车有三宝也要买啊，无恁甲伊吵啦。啊，三宝来啊。阿哥，什么代志啊？是安尼啦，我甲罐头的有意思吼，买阿中啊这台游览车啦，钱嘛存好啊。价钱嘛比外口行情搁较悬，也毋过阿中的意思是讲，爱经过你的同意才要卖啦。三宝，我看这台车咱卖卖啊啦，袂好用啦。袂用啊，这是我唯一当互姐接受我的机会，我袂放弃啊。啊，毋过阿狗，这台游览车对你来讲可能敢是一个赚钱工，
兼搁对我来讲，是我对林辉的爱情甲诚意，是我予林辉幸福的保证。我若无这台游览车，林辉因爸就无可能答应阮的婚事啊。林辉为了我，离开找狗做伙打拼吃苦。我若放弃这台游览车，林辉还继续吃苦，所以我甘愿死，也无可能放弃这台游览车。我求恁，恁这件事还我好无？算我三宝，我甲恁拜托啊！好啦好啦，看你这生意无流利，佫敢若讲袂过。不过你等林辉的代志，啊做较到哦。多谢你的宣传，我王三宝吼绝对袂甲你分一半袂记啊！是啊，多谢你，多谢你阿姐让我分。好啦，林辉啊，以后吼三宝啊若是欺负你，啊是吼讲话无算话，叫你来找阮，我绝对替你出气。多谢。好啦，三宝啊，阿中，既然代志拢讲清楚啊，无阮先来走。司机啊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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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你跟我这台车超闲的，无你三天时间总钱有够哦。你放心，三天以内吼，我一定将钱都转给你。好，我相信你为了林辉哦，一定有办法的。啊，车的钥匙先给你，还顾好哦，还袂办过吼。我知啦，阿亮，多谢。多谢。林辉，咱总算有一台吼，咱家己的游览车啦。哪有家己的车？哪有家己的车？哈哈哈哈哈！开始吼，咱大家的生活吼，拢会愈来愈好，咱两人间感情吼会愈来愈甜蜜。你若不相信吼，我会用向大海保证。大海，姐啊，我又过来啊！我王三宝在这向你保证，我一定让林辉做全世界上幸福的新娘，我一定一世人吼对林辉始终。你等我。我会赶紧去皮夹找你提亲。三宝。诶。啊，不过，咱干那剩三天，会咱去中正的，那恁是要安怎？林辉，钱的代志你免烦恼啦，我会想办法啦。你起码只要想讲吼，要安怎办咱的婚礼就好啊。这是你做我的新郎，不管是啥物款的婚礼，我都感觉好幸福，好快乐啊。我就希望吼，迄天紧到，我就是要看你穿新娘衫，徛我面头前，我亲手吼献你的新娘网啊，给你深深的拥吻。哦，好小气哦，那人结婚真面的啦。Thank you.
安尼我是应该要安怎甲亲家咧讲因大汉惊死哦？可能是伫外口甲人伫偷来暗器咧，即款的见笑代哦。那是处理好都不要紧的，那处理不好势吼，是会害人翁阿婆离婚的。哎，兄弟，哎呦，来，简单，哇，好，这样无简单的吼，日头还未落山，啊，你又来这个所在来啉两杯啊，啊，开讲一下，哎，我这样正有影林校长时间啊，林校长时间，要，来。亲家啊，我的人吼都较刁滴啦吼，我有啥话我拢安尼藏袂掉咧。啊，参照恁家迄个吼，哎，多一个，迄个，阮家多一个。无啦，来，啉酒，加啉一挂吼，话较讲会出嘴啦，讲啉酒哦，我先敬你。啊，先甲你恭喜。当恁即摆平价吼，有好事啊。啊，上欢喜就是你得要做外国。对，我敬你。有啦，欢喜啦。哎，安那，欢喜啉酒。快些。啊，有欢喜，就唔能一个面啊，安尼油格格安尼安尼。嗯，阿姐啦，嗯，你，嗰个烦恼恁认为啊，甲三宝的代志哦？无啦，我即马看了足贵滴嘞。人伫讲吼，子孙自有子孙福，对唔对？查某囝虽然讲咱家饲大汉的，啊，总有一天总是别人的媳妇啊，对唔？咱做人的老爸吼，啊，无需要掠这个家啊，无需要替你烦恼啊，对唔？想会开吼，什么代志都免烦恼啊啦。嗯，哎，来啉酒，啉酒。变数呀？嗯，你安尼定，哦，还是有啥心事？有啥物心事就讲出来。你安尼定个心肝内，一急个心肝内哦，我咧讲，一久就破病嘞。哎，啥代志啊？无啦，亲家，是安尼啦。我咧想讲吼，啊，建龙因人阿母吼，哇，一阵啊，人阿母拢安尼汤甘蜜甜，足恩爱嘞，对。嗯。我安尼看了也足欢喜个，我也感觉足感慨啦。安怎讲？啊，你有当时甲想看卖啦？正经讲阿婆斗阵啦久吼，有影逐工安尼相对上，啊，加减拢安尼相得侪拢应下啦，对不对？对啦，你迄个什么刘华哟？嗯，甲迄个郑楠啊，伊结婚敢是二十档啊？有啦。对啦。啊，陈秋清家你到前嘛啦吼，啊，我甲阮爷啦，结婚嘛差不多三四十档安尼，对。少年的时阵哦，大家嘛是安尼温温暖暖啦，对哦吼。啊，是讲吼，下当安尼白头偕老，食到遐尼老，安尼做伙到老的，我看也无贵的，你讲对唔对？这样。你保持讲当美满幸福哦，这也算无简单啦。因为讲即马这个社会吼，男女关系啊，是愈来愈开放啦。这刘阿公哦，心肝头那你也袂听哦。免偌久就出代志啊！我跟你讲，系啊，有当时哦，人安尼看起来老实，个故意的吼。啊，有当时收到转来嘛是有影啦吼。那正经讲吼，人安尼一块肉吼，啊，放伫嘴边啊，咱大部人安尼加减去沾一下，咧应应下啦吼。嗯。是讲导游借人运，你都导游底下都唔通帮走咧，安尼才是对咧吼。是讲这话呢，就要看阮大部人啦。嗯。你讲哦，大部人，那你外口花天酒地吼，这就免讲啦。咱来讲哦，对家庭有负责任的迄大部人吼，你讲要拆散这感情吼，我那无遐尼简单啦。对啦，这个你讲的是较理想化啦吼。那这个安尼，像是外口的查某安尼，一直饲我啦，安尼高调调的啊，十个大波往下搞的，几十面条哩。哎。哎，即卖人家讲的这意思，你要搁娶第三个啊？无啦，
无啦，哪有法度啦，哪有法度啦，亲家，我来讲哦，阮家迄两罐哦，一罐绍兴，一罐威士忌，两罐啊，男做伙食哦，啊，都强强要拍网落去啊咧，哎，要哪够有这个酒量伫的，高粱安尼，58%，这若害了，唔死啊，半条命啦，哎，想要嫁我几年也唔得，唔得。哎，你哦，也唔是在讲你家己。我到底你现在在讲啥？我也是在讲吼，常常外口会发生的代志啦。对，哎呦，亲家，我是讲，就恁家迄达波人吼，我就要了注意嘞，唔通在食老，才够在出片呢啊。嗯，哦，你的意思现在是在讲建龙哦？啊，这这，你讲对啊去。啊，即马建龙哦，甲离婚两个人的翁仔某感情哦，是有影讲特别好个啦。啊，尤其这段时间哦，来住伫我家，伊唔敢安尼变鬼变怪啦。建叔吼，我要安尼来考劝你，恁迄个建明啊，你这是要较注意啊。咱领导带迄大波细鱼，咱火警事务所拢有注册的，知影知影。大家慢慢知，哎。讲人是非者都是是非人啦，我不应该落去管这个大事命哦。我嘴贱啦，家己摕家己的手安尼掀家己的嘴皮啊，啊无答无说啊，你啊就买当扛在脚上安尼在猫样，家己做得来，做得来啦。哎呦，你讲你都无头无尾，那你在讲啥？来来来来，啊，饮酒饮酒饮酒，来来来来，嗯，恭喜啊恭喜啊。哦，亲家，来卖卖个公家啦吼，啊那如讲哦，我心肝就如凉咧。来啦，喝酒喝酒，哦，不饮酒啦。别人的闲啊事哦，较卖管咧，安尼咱较清醒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我来我来，这抓灯头，我啊我啊我啊。哦，这专工委员会。好啦好。来来来两个哦，是吧？两个，对啊，好来来来，一罐就解决，好一罐解决，来浪浪。拍摄，来，是你妈说。好，你两个丢丢，对对对对。哎，萱萱，嗯，妈跟你讲哦，嗯，昨恁爸已经请假陪你一天啊，所以你今仔日哦，爱较认真嘞，甲昨下报转来，知无？我知啦。嗯。爸，啊，你今仔下班就爱较早转来哦。不准再找任何理由在外面逗留、喔。我知啦。哦，你这么闲哦，这老关恁爸哈？那是爸答应我呀，啊，我嘛就爱跟爸做伙啊。嗯，好，行。董事叫我买的，我放在冰箱啦。阿妈，紧来摕，我随落来哈。你妈就是安尼啦，一日到晚拢在无闲别人的代志。啊，这嘛是妈以前的所在啊。嘛是。金厝是恁的，所有的物件嘛拢是恁的。我虽然会用入来，阿哥，因为我只是一个外人，底下所有一切，永远永远拢不是我的。
既然这样好卖，拍起就要顺利。咱来想办法加台几款产品，安尼生意才会当愈做愈大。好，咱就安尼讲定。我甲一个朋友去想办法，我有消息随甲你联络。OK， 好好好好好，拜拜。进来，来，这个红包给强强，我好上给我爸爸。雷锋，咱生技公司开头一个月就开红盘。业绩哦，比咱期待的目标高几啊倍，一届哦，咱得着啊！啊，你写就好诶，爸妈哦，伊得对这项投资就无信心诶。即摆成绩做出来啊，就证明你的眼光真正无唔对，爸一定做欢喜。我希望爸别当说好嘛，答应我咱开营业厂。困不困？莫伫遐喊。大姐，您来要创啥？看这个办事，您应该还阁唔知影吼？嘛对啦，可能是惊伤到恁的自尊心，才无甲你讲的。不要紧啦，我讲嘛同款。爸妈已经决定不准田美开营造公司啊。那真正是安尼，你会当直接来甲我甲俊贤讲啊？而且爸有答应我好好考虑，那过无两天得水骨折。爸是有答应你要考虑，唔是答应你要开公司啊。考虑的结果都是无通过，这有啥物好奇怪？无可能，一定是你假传禁忌。啊，若无就是你走去骂人，希望恁三两一个有诶无诶，代志才会变安尼。你唔相信，你家去问嘛啊！你家己做代志，互人未信任，唔知影检讨。自己上吧啦，大姐，这届俊贤开生技公司，成绩做了袂歹。卡叔爸妈真正反对俺开营业厂，我相信这一定另外原因，绝对不是怀疑俊贤的能力。安怎？所长诶，你对我有意见了？我是伫咧笑你哦，食无三杯硬菜，就想要飞上天啊！讲话无大无小。心仪是你的大哥啊呢！我一向拢做尊重大姐，啊，不过讲归公司归私，不管是伫个大姐，是伫个爸妈面头前，只要是为着田美好，该讲我嘛是会讲啊。这就是我做人做代志的原则。那呢，我会用甲你讲，你的原则会乎你伫个杨家死得真歹看。这件代志，你犯的上大的错误，都是伫妈的面头前甲妈呛声。杨家的事业要安怎规划安排，轮袂到你这个做新妇的人来下指导棋。今嘛，就算田美开营造公司，会当赚较侪钱，妈妈绝对袂答应的。妈的个性是别人爱听伊的，连翁婿的话拢唔听，伊敢唔可能，乎你这个新妇把鼻仔牵咧行咧？喂！大姐，讲话较客气哦，莫卡袂叫干妈搬出来哦。开营造公司是议事论事，像是新妇，像是大家，迄是完全两回事啦。我相信妈是一个讲道理的人，无可能因为你的西龙，就影响到对人的印象。啊，你这个新妇是空军的哦，免看你给人讲的哦。我念伊几句，你就这么紧张？放心啦。伊无替你把天下企业接班人的位抢着，伊是绝对袂放手的。好啦，你莫孤笑闭目话啦。刚果你毋是为了拖到你咧拍算，我也甲你讲啊，我甲雷锋是咧讲道理啦。你干嘛是用赖的啦？私底下咧变鬼变怪，莫想讲咱毋知影啦。你为着你金刀驸马爷甲落魄甲白白白 ，OK？ 你先讲啥？好啦好啦，我来甲你讲，好。我知影你对我一直真有意见，啊，不过我特别甲信伊订婚啊。公阿讲，你嘛爱叫我一声姐夫，敢毋是？以后咱就是一家人啊。我真正希望会用好好甲你斗阵，莫逐个见面就歹面相看。而且你对你家己的能力这么有自信，敢有需要逐天烦恼，人会甲你娘家的财产抢走？
你呀、啊，卖搞来这套啦！你心肝咧想啥，我知知啦，啊！你放心，以后你的官代银座要搞标工厂，我同款，公私公办，卖想讲哦，以后你是我的姊夫哦，我就会当和你行后尾门啦。安尼上好啦。啊，宽带有今日的成就，会用讲是我一步一脚印拼出来。当然啦，真来感谢四姨甲阿姨的关心啦。总共一句，实力、运气、甲机会，拢真重要。我唔是甘金汤匙出世的大少爷，无需要事事行行拢靠别人得应。无你即马讲啥是大少爷啊？子涵。啊，我也无指名指姓啊，你无需要家己对号入座嘛。啊，不过讲实在啊，阿姨会反对你出来开银座公司，嘛毋是无道理啊。啊，伊是惊恁遮人毋捌银座，啊，死到若出什么大问题，阁爱哦拜托我出来斗相共。托大你，你甲我头清楚，我有家的财产甲事业，轮袂到你啊插手啦。就算讲哦，我的公益我做个多，那是阮家的代志。你放心，只要我有做的钱来哦，我袂让你看笑话啦。你卖愈讲愈过分啊你！啊，无你是要安怎？免啦。好啦好啦好，心怡，咱想起来吼，规规工咱就要订婚啊，卖为着这款小款代志哦，拍歹心情啊。明仔载，阁有真侪订婚的代志还无用，我先送你回去吼。啊，对，有啊，你千万唔通阁走去阿姨啊利用哦，是假闹鬼。大姐讲的咁正确，真正是安尼，咱嘛无法度啊。啊，为着即马土地成本愈来愈悬啦，啊建筑嘛愈来愈歹做。那银座厂哦开袂成，无要紧啦。咱阁有生技公司啊，捧一只金鸡母在手头啊，绝对袂枵死啦。OK。吼，下暗你一定要让萱萱食着你煮的菜。没问题啊，番茄炒蛋啊。哇，你阁好意思讲呢？煮萱萱吼，读国华的时阵，你有番茄炒蛋，阁即马是番茄炒蛋。我都看会晓番茄炒蛋啊，你也无教我，我哪会晓啊？你学习，哎。娜娜。哎，那你又是小明的？哇，你看，顶面那个有花呢。啊，哎呀，啊，进来，干嘛难道掉石头？啊，赶紧破解呐！真真多啊！奇怪，这次来到底想要从啊？拄只咱入门的时阵，用锁匙开门啊，所以门锁无问题啊。卡拉嘛好好呢，啊，这个卡拉是安怎入来哈？敢讲伊有咱到锁匙哦？你这恐怖啦！敢讲是？来生做一半戏，点点做你。